你知道吗？每当音乐家们举起他们的乐器，他们的脑海便炸起了一朵朵烟花。他们表面看来也许镇定且聚精会神的读着乐谱，并按要求进行着精准熟练的演奏，但是在他们大脑内部有一场狂欢正在上演。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和正子放射断层扫描仪等对大脑的实时监测，神经科学家对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当人们连着这些仪器开始活动，例如阅读或是完成数学习题，大脑中每一个被激活的相应区域都能被观测到。但是当研究人员让实验者听音乐时，他们看到了烟花，大脑的多个区域被同时唤起。当大脑处理声音的时候，会把它拆分开来去理解音乐元素，像旋律和节奏，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到一起，合成统一的音乐体验。我们的大脑完成这项工作，仅在我们刚听到音乐和脚开始跟着打拍子的瞬息之间。但是当科学家开始将观测对象从音乐听众转移到音乐家的大脑时，这场后院的小烟火变成了嘉年华。事实证明，听音乐的时候，大脑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活动。演奏音乐的大脑活动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全身运动。神经科学家观察到大脑多个区域被激发，以复杂并相互关联且快速惊人的次序同步处理不同的信息。但音乐能激发大脑功能的原因是什么呢？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但神经科学家已经有了相当好的想法。演奏一件乐器能几乎同时把大脑所有区域都唤醒，尤其是视觉、听觉和运动皮层。与其他运动相比，规律的结构性的演奏练习加强了这些大脑机能，让我们能将这些优势运用到其他活动中。欣赏音乐和演奏音乐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后者需要较好的动作技能，需要同时运用到大脑左右半球。它同时结合了语言和数学精度，这些多由大脑左半球参与，而新奇有创意的内容则由右脑参与。鉴于这些原因，演奏音乐对于提高脑胼胝体其容量及活跃度，胼胝体是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桥梁，能使信息在大脑内通过多样的路径更快地传输。这可能使音乐家在学术和社交环境中更有效和独具创意地解决问题。由于创造音乐也涵盖制作和理解其中的情感化的内容和信息，所以音乐家们通常具有高级别的执行能力。一类相互关联的任务涵盖了计划、策略、注意细节，以及需要针对认知和情感进行同步分析。这种能力也影响着记忆系统的工作，并且事实上，音乐家展现了更高超的记忆能力，他们具备更快、更有效的创造、储存、恢复记忆功能。研究发现，音乐家们能运用他们高度连接的大脑来给每段记忆赋予多个标签，比如概念标签、情绪标签、声音标签和语境标签，就像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搜寻引擎一样。那我们如何得知这些好处是音乐特有的呢？它与运动或绘画有何区别呢？或者说，喜欢音乐的人本身即是非常聪明的人？神经科学家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是当前他们发现，从艺术和美学方面看，学习演奏乐器是和其他已研究的活动有着不同，包括其他的艺术。并且在若干随机研究的参与者中，在一开始有着同样认知和神经处理水平的人，那些经过一段时间音乐学习，与其他人相比，大脑内多个区域得到提升。这项音乐演奏对于大脑有益的最新研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大脑的功能，揭示了那些内在节奏和复杂的旋律在我们的大脑中所上演的美妙乐章。如果你愿意锻炼大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学习新知识。